继续要来看是嘉义县消防局伫咧16号是来举办着119消防节的表扬大会。嘉义县长翁章良、义消总队长，嘛就是嘉义县的义长张明达，阁有消防局长吕清海，拢亲自到现场。县长翁章良伫咧致辞的时阵，是亲自来感谢各界平常时啊对着消防的重视和关心，伊嘛来肯定着金义消、志刚和普鲁山的等等的单位，长久以来对着嘉义县无私的付出。119消防节表扬赖进波，109年全国防风奖得主，福州消防分队小队长蔡明星，福州义消分队长周柯素兰，全国灾害防救志工精英奖陆崇业，全国防火宣导志工精英奖刘淑柔等等的奖项。来很多的梗，那这里面他们这一次所有的诉求，就所谓的根感，那根就是在地化的意思。感就是需求感受，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在地化满足乡亲需求的消防队、消防局。那我想今天的很多的受奖者，那都是对整个消防工作有贡献的人，那我们一一跟他颁奖，那跟他做感谢。那这里面还有超过50年以上的很多的义消，那我想消防是一个大家庭，那也有很多人在支持消防。那去年一整年，我们就有2813万，那捐赠给我们消防局，来满足各种消防上的业务的。减低到奖金的啦吼，我会记你较早吼，咱消防吼，干那拍火尔，即马爱搁救灾，爱搁救火，尤其是这个救火吼，几乎天天都有了吼，所以说，咱所有的这个消防人员的，恁的任务呢？越来越加重，所以讲，咱所有的义消呢，大家呢，爱认真要替咱消防呢拍拼。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翁县长这个县政的领导之下呢，咱的消防的业务呢，能够表现了非常的好。大家呢，对咱翁县长的县政呢，继续的来加油。也为着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和参与活动的热情，设置在外围道路举办，也搭上东岸的万威，鬼灭之轮一条，以提醒民众时时做好防灾准备。促进消防知识，也设计适合国小以下学童的九大消防弄关关卡、消防条之路弄关区，甲宣导防灾知识的专集中防灾教育区，期待透过119消防节活动，一九一六落实防灾教育为细汉来做起的理念。好，再次不要跑了，就哎，降大了，降大，主峰是为你降大了，主峰是为你降大了，谢谢你，谢谢你降大了，不可以贸然下水哦，好不好？看到有人溺水，不可以贸然下水哦。好，谢谢你。这么活泼的让小朋友丢救生圈了哈，这就是让他们寓教于乐，让他们实际参与感，就是看到有人溺水的话，不要贸然的去下水，那是非常危险，一定要有救生器具。乡局长李清海表示，主题是情感，在典礼上拍游戏119拍火兄的日常，希望会用提升在地民众的灾害危机意识，以及提供在地化需求的消防服务。最新新闻，蔡明东，台北市长不得。嘉义的整个发展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产业太过单一，所以嘉义可以选择的就业的机会啊，相对少，让整个世界再继续往前走。台湾应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未来的世界经济还有很多的未来产业，我们希望嘉义可以被整个中央考虑，是不是有机会在这边成立，然后变成科学园区，嘉义变成是一个发展的重点。世界看到台湾，而且加码投资外商要来，借这个机会，我想科技部、国发会、经济部，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嘉义刚好得天独厚，也有这个环节，也有这个土地，那我们中央大力投资，让它起来。以嘉义的这样的空间，包括幅员这么广，而且空间在做无人机相关的这个试飞，包括测试，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民雄航太园区，有可能发展无人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创新研发中心。我们已经跟十家业者跟中科院签了 MOU， 他们都同意进驻了，所以我们希望院长能够慎重考虑我们国家级的无人机研发测试验证中心，那未来是否有机会设在嘉义？台体大的校区，那这个也是属于中央。那我这个请秘书长跟国防部、中科院还有国发会科技部这一方面，我们也专案来帮忙嘉义，让这个进度能够快。